今天要分享的是在2017Tomica多美汽车节现场，然后算是正品或者是一些加价购的商品啊。先是这个多美的交通世界护照，然后你只要在现场消费满额，它就只要有消费好像就送。然后基本上前面就是一些基础的介绍啊，其实不用管它。个人是要建议的是说，这里就是 Tomica 后面他们这边有些优惠啦，然后像是购买游戏组，然后就会直接赠送一些商品。然后这里还有一个，这个比较特别，个人是非常的推荐这个商品，极点会员卡。如果你常去极点的话，个人是非常推荐大家去极点，是这里后面的这个，然后50元一点，500元一点了，然后任选就可以换指定款汽车。他目前有什么汽车，他也没有讲清楚了。可能要稍微去问一下这个。然后这边就是生日礼，然后月换礼，这是可以免费月换的。这个小汽车的这个也是可以免费月换，然后一些折价券，只要有消费就可以换到这个啦，然后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考虑。然后另外一个是在现场，你参加的活动，这个立体造型车贴纸，然后你只要参加它的就是现场的。你只要去现场，然后你跟他讲说你要参加这个活动，他会拿给你一个基点卡，然后你可以从 B1 一楼，然后456，总共5个基点，然后你完成基点后就可以免费兑换这个贴纸啊，还蛮适合给小朋友去参加的、啊，就盖章基点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考虑啊，基点的贴纸，然后注意听的话，里面还有声音的、啊，它是立体的贴纸，里面还有放一些类似小珠子的东西。然后另外一个是贴纸组，然后这个就比较大一点了。然后它里面好像还有附场景组啊，场景组可以把它粘起来啊，你也可以就是当做收藏这样子。前面是这样，车子注意看的话也是有点立体吧，应该说是有点这样子看。有点厚度的那种贴纸，然后贴纸侧这个也可以打开，然后摊开，摊开，然后就可以变成一个类似场景组的概念了，算是一个。个人觉得还算蛮有巧思的一个商品，然后贴纸也可以这样放着，然后这个是在现场玩，你去购买他的玩游戏那个券，500块就可以赠送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利用这两个这些优惠了。